千万别忘了拿三个惊叹号啊。不是，是这个，还有个啊，不是那个，我是、哎、不，我是给全家林道远使的。不不不，给他的时候吧，不是气场声太大，我跟他说你那个上去宣读的时候必须拿这个，他一直问我你说什么，就比王朝柱老师的耳朵还背呢。我说我给你写吧，我就写了，就交给他了。不这样吧，这样你别解释了，你上来，你上来。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是有意而为，这样我们观众啊配合一下，如果他今天把这个啊说出来是谁，咱们就把这个提词器给他，好不好？掌声在哪里？说吧，咱们也今日说法是吧，小撒？我媳妇儿写的，拿来吧。哦，媳妇儿写的是吧？当事人已经交代了。哦，非常感谢。好，各位家长朋友，我们欢迎刘威、刘静两位老师为我们揭晓。